挑战每天梦魇粉丝开一条手镯来江桥五五六千一万一钻撒金特色的还有其他什么撒金要灵动撒金要灵动欣赏碰碰运气哇这个好看白底飘花花是绽放开来的但我们抛空之后呢它这些花会更爆出来一些这个版有特色但是手镯呢其实所谓的地方它是白月光的如果说能沾到这些黄翡哈就很好看哦，姐妹们这条更好看这条皇家绿今年皇家绿特别火但是这个线口有点小而且超预算了哎，这条也好看这条呢整体是带点黄色底调带黄翡洒金还在飘花那中水还行这个呢这个开多少啊开三万呀、啊、开三万呀、啊、我拿去自然光看一下自然光来看这条手镯呢它是带点淡淡的黄翡底调的还夹杂着一些小绿花还带洒金那这条手镯呢颜色是非常丰富的老板看见三万今天就是交朋友的一天走喊他去哎你不伸走啊哎不会姐妹们太幸福了一家人全在这里就是他们显然是惊喜哇去买奶茶啦你们哪里的广西的我也是广西的广西哪里的我是南宁那这么巧我也是南宁的你是南宁的对我也是南宁的南宁这个不好计较那么多人看着呢二十多万粉丝看着不能暴露行踪嘛姐妹们太不容易了终于遇到我的老乡了还是咱们南宁老乡今天就是其实身在异乡的我很羡慕就是你们一家人你看刚才那么多小朋友一家人在一起不像我就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太难了哈姐是吧但是你给我开价太让我心寒了你开三万你有点让我心寒难道你不知道你是我的老乡吗我刚问你了我说我也是南宁的你还给我开三万这样吧我给你一个价吧七千八我给你价七我给你七千八啊不行我也给你做的卖价多少一万五哦一万一万的还行我以为他要一万五一万看不到光说看不到签数加两百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老乡还有这样加价的我拿你当老乡你却想着赚我的钱既然是老乡嘛给你给亮一点亮一点啊所以我给你加一口老乡我也不想说让你亏太多的就保本赚就可以了咱们就当交个朋友是不是就是我今天看到了这么幸福的场景我也想回家了姐妹们八千八吧我已经尽力了姐那这样吧那8888吧他这种真诚的眼神看着我真的不忍心那就8888吧好吧这张图给几点让他给你转8888吧我给你转过去了祝你生意兴隆发大财我走了最终以8888的集体价格成功拿下走走去Later. 姐妹们太热了赶紧给我点赞这都是你们给我的高温补贴了在这里先说声谢谢啦来看起货吧这条手镯底子娇娇润润它是带一个冰糖雪梨的底调那么洒金呢星星点点的洒落在上面犹如海上的漫天繁星飘花也是若隐若现藏在其间耐人寻味哇这条手镯真的太浪漫了你们还喜欢什么样的手镯评论区告诉我